你要不来那个是不想吃饼了是吧？哎呀，李掌柜哦，太凶了！阿姨，现在还能买汤面吗？来来来，里面请，里面。哎，里头请，里头请。对不起啊，今年我们又来晚了。不是，对不起，你看我们家不是猴子了吗？今年吃啥的？今年我们还要汤面。今年我们要两碗。 哎，好的呀，好的，好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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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
所以妈妈要谢谢小虎，每天那么认真的送报，谢谢小虎，每天为哥哥和妈妈做饭。你们两个这么乖，这么懂事，妈妈才能够安心的在外面打工。妈，哥哥真是太好了，我以后还要为你们俩做饭。妈妈，那我以后也要多送报。小虎，加油！妈妈，加油！好嘞，咱们。小虎的老师出了一篇关于温暖的作文，让他们写。小虎就以满他们要为题写了一篇作文，老师还让他当动了。大老师说错了，不下很多债务，为了还债，妈妈从早到晚拼命工作。那年的2月31日的晚上，工作很忙的妈妈回家很晚，她不让我做饭，交代我和哥哥吃口热乎。新年快乐，那声音好像在鼓励我们坚强勇敢地活下去。我长大以后也要开面馆，也要对每一个客人说谢谢，加油，祝你新年快乐。老板，您这汤面还卖5块钱一碗吗？意思20年了，我小儿子大学毕业了，我大儿子美国回来的。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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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特意来你们这个面馆啊看看。好的很，好的很，好的很。来来，热情热情啊，热情。爸，这我给我们家欧曼面。要得，方便什么呀？